家好，就是我是大道理的李明，那这边跟各位委员们报告一下，就是几点的一个看法。那其实就是在于他们规划里面，他们有讲到说他们要规划1500户，那预计增加3900人。那因为其实在当初他们第一次说明会的时候，就说要规划1500户，那增加3000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地的包括居民就已经对这样的一个增加的人数已经感到很狐疑了。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环境容受力还有公共设施容受力的部分，其实他们交代的部分并没有很清楚。那在这次的一个跟委员报告的一个简报当中，其实我也发现说他们好像跟我们在地居民所关心的部分似乎没有很契合。那虽然他们说他们有提供相关的一个车位数来做因应，那可是据我在当地生活大概有五六年的一个经验，我发觉其实对于当地里民来讲，当地的一个车位还有的一个公共设施的供给其实已经很不够了。那现在的其实的公园用地的部分其实也只有开放部分而已。那在未来引进那么多人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反而不会让我们在地的生活品质提升，反而是会因为更多的人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地生活品质的一个下降。那另外还有提到所谓的防灾功能，那其实我也很想问说，在那边是属于一些需要长照的老人，那他防灾功能他只说我有留设适当的一个绿带，那请问那如果万一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万一真的有灾害发生了，能来得及适时的疏散吗？这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在规划者政府规划的部分可能没有很适当的去考量这个部分。那还有一点我想提及，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基地是相当完整，大概6.5公顷左右。那因为对于多次的一个说明会沟通，其实我觉得政府跟我们居民的一个规划似乎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因此我觉得应该他们如果是以整体开发整体规划的一个观念，是不是也应该秉持了整体开发的原则，那去进行所谓的一个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那透过环境影响评估，那让我们居民知道说到底他们对环境的一个处理，还有对交通运输的冲击，还有对整个公共设施的供给，他们做出了哪一些改善跟因应对策，这样子让我们居民才可以很明确的信服说，哦，原来我们政府的一个规划团队是对这个地方真的有愿景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是一个政策想做，我就急着把它塞进去，然后我不管这边人民的死活。对，那最后大概就是还有一点的部分，就是他们提到说，就是平均地区开发的容积是322。那其实我也很想问的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地方还是属于老旧结构，可是在都市更新单元的部分，其实还很多，就只是零星且小结构的。那对于未来能不能都市更新，其实还是未知数。因此，现在以那个老旧公寓的状况来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要调降它的一个容积率，不应该维持这么高。好，谢谢。